迪迪学跳舞。幼儿园的小礼堂里，凯特给大家表演新学的舞蹈。太好啦，我也好了，太好了。真厉害，哇，简直是太美了。要是本王子和凯特一起跳舞，请。哇，大家一起学，我也要报名，俺也要学跳舞，还有我，本王子也要一起学。哒哒哒哒哒哒，凯特，我来了。哒哒啦啦啦啦啦，等等，你们不是去学跳舞了吗？这么快就学会了？这舞太难学了，就是根本就学不会。我们都放弃了。就是跳舞嘛，能有多难呀？光头强，你怎么也走了？舞学的怎么样啊？舞太难了，不学了。真的有这么难吗？本王子才不信呢。要不你跳给本王子看看？好吧，先把双手给我，然后后退，跟着我的脚。左右左，哎呦，踩到脚了！对不起对不起，你先推右脚，再向前，好难呀！又踩到我了，还是算了吧，我的鞋都要被你踩坏了。对不起，我不想跳了，先回去了。这个舞还真难跳啊，本王子还是不学了吧。姐姐小月亮，凯特姐姐，姐姐走吧，我们一起学跳舞。我，等等，这舞是不是很难跳啊？放心吧，昨天凯特教过我，很简单的。快走吧。等等，我，难道你是怕学的没我快，跳的没我好，是不是呀？哼，本王子可是天才，才不会输给你呢。哼，凯特，我来学跳舞啦。凯特，你跳的真棒。好，你们按照我刚教的舞蹈动作来一遍。姐姐，来吧。本王子还没学会呢。来嘛，右脚往前一步。前一步，就是这样，跟着节奏来。我的脚！对不起。小月亮，你没事吧？吉吉，你别紧张，身体要放松。没关系，刚开始学很正常，我们慢慢来吧。我会小心的。那我们继续吧。慢一点，我帮你们打拍子。注意脚下。你动作太僵硬了。那本王子放松一下。小心，姐姐小月亮。对不起，我。没事，我们继续吧。对不起，好疼啊！这样的话就不会受伤啦，但你要小心点哦。本王子会注意的。那开始啦，先右脚，一二，脚向后。好险呀！一二一，慢点。二
下来。起不来了！小月亮，你没事吧？吉吉，你怎么乱跳啊？对不起，但是你就是这样跳的呀。我明明是这样，左右定，左右定。不对，明明是这样的。你就是故意捣乱。是你不会配合，是你不会跳舞。笨王子怎么可能不会跳舞呢？看好了。这怎么叫跳舞啊？哇，这才是跳舞呢。不就是会转圈吗？我也会。那我们来比比看谁转得久。王子跳的是不是很棒啊？我是不是跳得更好？我也会。哇，厉害吧？起来！哼，你根本不想好好跳舞。可本王子真的很认真在跳啊。吉吉，刚才你是怎么跳的？你说的是这个？对对，就是这个。你明明跳得不错，怎么刚才动作这么僵硬呢？因为我听说这个舞很难，所以就很紧张。原来是这样啊，吉吉，这个舞没那么难，放松点就能跳好。可是我跳的时候还是会很紧张啊。这很好解决啊。是啊，这就跟走路一样，还能转身。你看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哇，小月亮手上的是，我的王冠呢？在这儿呢。我的王冠，你过来拿呀。快把王冠还给我。呀，吉吉，跟着音乐节奏，左脚右脚，一二一二一起。对，继续，就是这样，左脚右脚，一二三四。我的王冠，四三二三四，太棒了！我的动作不僵硬了。我的王冠，来，跟着音乐，一二一二一二，准备换，一二一二一二，我跟上了。怎么样，不紧张了吧？身体随音乐跳动起来，太有意思了。刚才吉吉跳得太棒了。吉吉跳得好好呀。熊二，熊二，你也是爱学跳舞的吗？不不不，听他们说这舞蹈好难，俺怕学不会。这个舞没有他们说的那么难学，让本王子来教你吧。太好了，这样走。对对，哎呦，熊二，你踩着我的脚了。小朋友们，有些事情不要光听别人说难就想放弃，自己去试一试，也许对你来讲很容易呢。你们说是不是呀？再见。与众不同。
绘画课上，大家描绘着自己想象中的图画：大树、蜂窝、红花。这是……老师，俺画完了。熊二画的真是又快又好啊！谢谢老师。嘿，我的也快画完了。琪琪王子，你的呢？琪琪王子，你画的是七彩云吗？没错，就是七彩云。本王子厉害吧？叮当！吉吉，你的画真是与众不同啊！猫头鹰老师，与众不同是啥意思呀？与众不同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啊！吉吉王子，能教我一下吗？这是天分，你们学不来。熊大，那俺不是学不会了吗？唉，好伤心呀！与众不同。萌萌，这样子吃饭太没劲了，教教本王子的。吉吉王子，加油！吉吉王子好厉害啊！熊大，俺们去看看。好啊，好啊。吉吉，你可真厉害，再来一个。对呀，对呀。睁大你们的眼睛，瞧好了。哇！再来一段。好棒啊，好棒啊！这也太厉害了！太厉害了，吉吉，你越来越与众不同了。俺的尾巴太短了，抓不了勺子。那当然，这可是吉吉王子，可不是嘛？俺是第一。真舒服。琪琪王子，你在做什么啊？琪琪王子，琪琪，你这是要干啥呀？瞧本王子啊。你们看，真有意思，我也要去学。毛毛，吉吉，你这样睡能舒服吗？当然舒服了，你们看，我用尾巴拴着还能荡秋千呢。那好吧。吉吉，这也是天分吧？俺又学不会了。那是当然。吉吉王子，看我的。对呀，毛毛也有长尾巴，俺来帮你。小心点，你也可以的。小心，没事吧？太难了，我还是睡床上吧。毛毛都不行，还是本王子厉害。大家睡得这么香。还是床舒服。吃不下了，吃不下了。这样睡好累呀。小朋友们站好。吉吉，才睡醒就这么没精神啊？挺胸抬头。这节课我们的任务是组装平板车，运送沙袋到那边的终点。现在两人一组，自由组队。
吉吉王子，准备好了吗？嗯，我们一定要造一个与众不同的小车。好。吉吉王子，我们可以把这个插到底座四周当护栏，这样沙袋就不会掉下去了。不不不，这样太普通了。啊，那该怎么做呢？毛毛，你要相信本王子，我们的车一定既特别又好用。嘿嘿，嗯。完成，雪儿，俺们走。雪儿，俺们出发吧。出发喽！哎，毛毛，你瞧，这样才与众不同嘛。这种排列方式还是风轮子，能推动它吗？怎么样？是不是被本王子与众不同的轮子给惊艳到了？可是方轮子，毛毛，你相信本王子吗？对嘛，我们去装沙袋。加油，加油，耶！耶！耶！来，我们去看看吉吉毛毛做的怎么样。嗯，吉吉毛毛，好特别的车呀！那是当然，本王子的车可不是一般的车。怎么样，本王子是不是很厉害？吉吉，沙袋这样放不会掉吗？绝对不会。吉吉，你的车轮咋是方的？这可是本王子。方轮子能推动吗？当然能。太好了。俺就说推不动嘛。姐姐，还是改一下吧，本王子还没使出全力呢。与众不同，大黑熊老师，大黑熊老师，哦，哦，原来是因为这个与众不同啊！我，吉吉啊，我讲一个老师小时候的故事吧。老师的故事？对，是老师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，有一天，啊，哇！老师特别羡慕那只帅气的小鸟，当时就想啊，如果能像小鸟一样帅气，那多好啊！在其他小朋友眼里，也肯定显得与众不同。于是我找到了颜料，给自己涂上了颜色。哎，当当当当！你们看我帅不帅呀？啊！哎，吉吉啊，追求新奇挺好的，但也不是什么事儿都要跟别人不同。嗯，比如轮子是圆的，方的就滚不动，睡觉当然是在床上才舒服了。知道了，老师，我要和毛毛一起再做一辆小车。吉吉，俺帮你，还有俺。哦，好啊。大黑熊老师，你看。哇，这就是我们造的新车，怎么样？嗯，不错，但是能不能推动呢？没问题，毛毛，好嘞。嘿，耶耶，可以了，吉吉王子。熊大熊二，走。嗯，快来，走喽。哇，耶，真棒。小朋友们，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，故意装作与众不同真的不好，你们说是不是呀？小朋友们再见。
管不住嘴的蹦蹦。午饭过后，小朋友们都在做什么呢？1、2、1、2。蹦蹦，你在看什么呀？这么开心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这是我的新漫画，噔噔，非常好看。你们想看吗？嗯，没问题，我看完就借给你们。哇，谢谢蹦蹦，谢谢。给你，熊大，你先看，俺去看另外一本。谢谢你，熊大。熊大，你在看什么呢？啊，这本书我看过，你想不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呀？不想。我还是告诉你吧，他们呀躲开了。哦，你看我没说错吧？你看过了当然知道，他们最后不听不听不听。俺去图书馆看书了。啊？嗯。毛毛，好看吧？这里很好玩，看到后面会更有意思。啊！你猜纪晓岚要干嘛？啊？不知道。他把圣诞鸡的宝贝当成垃圾给扔掉了。你觉得往后面看？去图书馆了。毛毛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后面还有很多好玩的故事，我还知道很多书里没有故事呢。毛毛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看完了，谢谢你。啊，这么快就看完了？我还没。蹦蹦，在图书馆里小声一点。嗯。你在看什么呀？小声一点。我在看《小虫虫有大智慧》。我看过这本书。凯特，这本书后面很不好看，因为大家都怎么了？小月亮，你玩的是光头强的游戏机吗？对呀、啊，我跟光头强借来的。真是的，又没过去。就这个游戏啊？我上次刚通关，我教你。哇，太好啦！小鸡出现以后，一直走就能看见机关。加速跑过去，对，就这样。哇，你看，过关了，过关了。没想到这么快就过关了，这只是第一关。到了第二关，你就能操纵两只小鸡了。你看，我想自己试试。好吧，我告诉你怎么走。对不对，往前走。不对不对，你没看到上面那个陷阱吗？你一定要小心。走这边，跳过去。不对，走下面。机关一定要小心，刚才就是在这里。我再试试。往这边走，对不对？不是这儿，小心。不对不对，跳过那个机关。拿道具拿道具。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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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啦，我知道了。记得拿道具哦。小月亮，小心机关，方向错了，陷阱。我不玩了。
等你呢。等一下，大家今天都怎么了？都在躲着我。哇，伍子棋！哎呀，又错了一步，你又输了。不行，再来一盘。山羊爷爷，我也会下伍子棋。是吗？我赢过了我妈妈呢。哎呦，厉害厉害！要不我们来一盘？来，蹦蹦，跟山羊爷爷下一盘。有意思，有意思。来吧，走这儿。哎呀，大黑熊老师，怎么了？哦，没事没事，蹦蹦你接着下啊。哎呦，那我先这儿吧。怎么能这么走呢？应该放这儿，把它堵住。蹦蹦，该你了。嗯？哎，别别别，下那儿不行。左边。绝对没问题。这个陷阱怎么样？哎呀，你怎么走那儿啊？很明显是个陷阱啊。我要自己思考，自己思考。哎，走这儿，走这儿，这儿，走这儿，走这儿，走这儿。这儿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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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儿，这儿，这儿，走这儿，走这儿，走这儿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赢了。哎呀，大意了，大意了。大黑熊老师，都怪你。怪我？你一直打扰我下棋，我都没办法思考了。啊，大黑熊老师，观棋不语哦，打扰别人的思绪和兴致是不对的，自己下才最有意思。我确实有点想支招的毛病啊。我努力改正，绝对不说话了。就是嘛，自己下才最有意思。嗯，自己下，最后他们呀，不听不听不听。这本书后面很不好看，因为我想自己试试。原来大家是因为这个才躲着我。山羊爷爷，谢谢您，我改天再来找您下棋。好，大黑熊老师再见。咱俩再下一盘。事情啊，我道歉。啊，小月亮，我不该老是打扰你玩游戏。还有熊二、毛毛、熊大和凯特，对不起，我不该在你们看书的时候打扰你们。那，蹦蹦，能把你那本漫画书借给俺，让俺自己看吗？当然了，给你。哇，谢谢，这次我绝对不打扰你。真的？我终于理解你们为什么躲着我了。没事儿，蹦蹦，我们知道你已经在改变啦。嗯，蹦蹦，俺们一起看这本书。好哎，纪晓岚可真逗。是啊，后面更逗呢。最后纪晓岚他，我绝对不说了。小朋友们，要是别人不想听你直接说出内容或答案，那么要多给他一些自己探索的空间哦，记住了，再见。
下雨天的乐趣。清晨，阴云密布，森林里下着淅沥沥的小雨。喜欢下雨天，都不能出去玩，要是雨停了的话。可怜的小虫虫，被雨淋坏了吧？我带你进去避避雨，来。别害怕。来呀，快点！激动子，剪刀，剪刀石头布。还是本王子赢了。毛毛，你快来追本王子吧！激动子，老师出剪刀。天什么也干不了了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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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，跟凯特一起吃吧。凯特啊，咱们一起吃苹果吧。谢谢你，小月亮。不用啦，你自己吃吧。那好吧。凯特，你画的彩虹好漂亮呀！我希望可以快点天晴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出去玩了。下雨天也可以出去玩啊，打伞就不会淋湿了。可是，光头强，你的鞋子怎么会发出声音啊？这是我妈妈给我买的新雨鞋，还会唱歌呢。你看，哇哦！我也会。这有什么好玩的呀？午后，小朋友们都来到活动区玩耍。什么时候雨才停呀？吉吉王子，咱们玩什么呀？这个，光头强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你们看，看好了。哇，小月亮真厉害！是啊，真棒。这没什么的。这有什么？看本房子的超级水花！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好晕呐！对了，本王子厉害吗？太厉害了！是啊是啊！那咱们继续玩吧。去练习吹笛子了。大家快过来，来，我们排好队了。本王子先来。哇，当当当，吉吉王子真棒。下面该谁啦？我我来啦。哇，光头强好厉害！
开心的呀。啦啦啦噜噜噜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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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谢谢大家啊，哇，凯特要吹笛子呀。嗯、啊、哇、啊、雨又下大了。哎、别说话啦，看表演。哦哦，我给大家吹一首小星星。好。啊、嗯！啦啦啦啦啦啦！嗯，凯特加油！凯特加油！嗯。啊！啊！啊！凯特的竹笛会喷水。王子可以教你啊。把树叶拿开，哇！那本王子可以用手吗？可以呀、啊。嗯？嘿，太帅了！我也要来，完成啦！大家快来看呀！你们看，嗯。乔，你怎么想到你用脸的？我看过一个动画片，他们在脸上涂上东西，用石头一拍，就成了照片了。我也要这样玩。嗯，我也要。笨王子要第一个。下雨天也挺好玩的，小朋友们。你们喜欢下雨天吗？其实下雨天也可以很好玩哟，快去和朋友们分享下雨天的小乐趣吧。小朋友们，再见。